让一让，好不好？让一让，拜托。好，小心后面，小心后面的后面，让他过警戒线，好不好？好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给他们退掉。 院长报告，现在所看的地点是法子溪，是台中市西边最重要的一条河。但是，长期以来啊，从我想，我记得从游院长在担任院长的时候，就答应要帮我们整治。最早的预算超过百亿，结果就不断的翻减，翻到现在好像只有22亿，剩下22亿。所以我要诚实的报告，就是这个河流这么不整治，雨量一大。 你看，民众的家的也淹水，在一边的高速公路的涵洞，现在有两部车，现在有院长看，一部卡车，一部民车，只要是下大雨，东港路的交流道也不通，南屯交流道也不通，所以这条我是整治了，我们真的是民众非常期盼，如果能整治好，希望水利署来帮我们做水井，能够把它建成一个休息区，把它从我们的心头都换了，变成心头都洗，所以今天。 也是好几个里长打电话给我说，院长如果来希望院长一定要来看一下。你可以看早上河水比这个多，可能会几乎要跟河面起，下非常惊人。我想这个水患是老百姓第一关心的吧？我们要优先处理这个刚刚市长讲这个情况，过去的这边的不能没有做的话。 我们来做吧，我们来做，我要交代我们的相关单位水利局，这条河也是我们中央要来负责的。对对，是不是？我想，我们把它尽快的做起来，那么征收土地这些方面，希望市长都帮。一定，对我们肯定。如果能够今年年底把这个需要的土地征收到的话，我们希望明年啊，就赶快来动工，把它彻底做一下。 可以分点把它全部做，是，需要院长能够帮我们这个忙。好，市民都会很感谢。否则一到下雨，高速公路不通，张院长进来也很多方便，下不来嘛。这个淹起，而且都是一个坎。所以市民这个坎，这边刚刚我听出来说，这个差不多2公里的这一段，我们需要用水泥先把它。你可以，我们先把这个坎做。土地征收，我们地方可以。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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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等出来，等。
十兩天就夠啦。我唔想就長咯，我就住呢邊喎。帮忙，市长帮忙。我们南投县的县长、市长。